家伙的听到有小孩的哭声，在哪儿这？谁的孩子啊？有没有人啊？谁的孩子啊？这孩子这多好啊，这是不是人家故意扔的啊？算了，我抱回家。弟弟，你坐这干嘛呢？没什么，姐。你说问你个事儿啊。我最近听说咱们两个有一个是捡来的，这你说你不会是捡来的吧？弟，你别听村里人瞎说，我们两个都是亲生的。都是亲生的，无风不起浪。姐，我看你就是捡来的，你看咱妈平时都可疼我了，怎么不疼你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心虚了？弟，你别瞎想了，我们两个都是亲生的。想不想你都是捡来的？你是个野孩子，以后啊，咱俩得拉开点距离。哎，自己啊，好好想想，你这野孩子，我回家了。小飞姐，乔子，咋这么高兴啊？蹦蹦跳跳的，能不高兴吗？拆迁款刚下来。拆迁款？什么拆迁款？咋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咱们这个村拆迁了，我们家拆迁款今天刚下来，你回家问问你妈吧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哈。什么拆迁款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哼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干嘛啊，弟弟？还干嘛？我不是都告诉你了，去找你亲生父母，还赖在我们家干嘛呀？还扫？扫什么扫啊？我家的扫把你也不能碰。走，别在我家了。还站着干嘛呀？想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知道拆迁款快下来了？你想霸占我们家财产，想跟我分那个拆迁款啊？我可告诉你了，这家我是咱妈亲生的，这拆迁款全是我的。你走。还站着跟愣头青似的，你滚不滚？你家里啊也没你多少东西啊，东西也不用拿了，赶紧走啊。你走啊，还拿扫把干嘛？走，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滚，滚，再别回我家。怎么，知道你不是亲生的了？这现在装小孩了？这是，给我滚，滚！大叔，妈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，咱家不是快拆迁了，还让他留在家里干嘛？他一个野孩子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什么？我的孩子，啥野孩子啊？怎么这样说话的你？妈，你就别瞒着了，就直接给他说吧，他就是捡来的野孩子。净听着人家胡说是吧？都是我的孩子，回来。妈，行，别碰他，村里人都这样说。你这孩子，过来，闺女。还把他拉回来干嘛呀？给我分家产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有妈护着你，我就不敢赶你走。你就给我过来。妈，你别护着他了，走。我站住。怎么回事啊，强子你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就别护着他了，滚！你再给我打一个你！我打他怎么了？你这孩子，一个野孩子！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你？我一直就这样子。妈，你还护着他干嘛？直接赶他走不就行了？他一个野孩子，你就是把他赶走了，我也得孝敬你啊！妈，你给我走开！行了，快！这孩子这么大了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
什么呢？老糊涂了。强子，当年我把你捡过来，我是看你可怜，怕冻死在那里。我原本着养着你，长大以后你会给我养老送终。你到后来，你怎么就干这些不是人干的事啊？还管你姐走。小的时候，你姐为了你辍学在家，让你上学去打工。我多么的疼你啊，什么都紧着你，吃好的穿好的。行啊，你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你有本事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我不拦你。闺女，